创意竞赛我们也进入到了第10个年头。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我想也是常常会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跟挫折，但是呢，当自己能够有所突破的时候啊，所展现出来的那一种喜悦啊，是特别的甜美。选句子，好好读，有前途，同学们加油！